要去炮楼，没看到队友。没看到队友，先扫了一波，先扫了一波，炮了几波。炮了几波？炮了有人吗？炮了有人吗？没有有炮了有，炮了有枪刀，有吗？炮了有人，有枪刀，有枪刀在打我。他去了。看人多不？看人多不？不多，就一辆车好像，就一辆车，两个人。就刚去那一辆车，两个人。他们对下枪，他们对下枪。对，你可以对，可以对。先对下枪。两个人对手，两个人对手。我的屁股还有人，我的屁股还有人。先看屁股吧，先看屁股。过来，来我台上，来我台上可以扫他。我来了。啊？怎么情况？你被哪儿打的？我进攻先打起来了，对，走，先回来我加你一枪，我们可以把那个炮楼给掏了，别急，我打呀，全打呀，回去了，炮不了了，回房了，炮楼回房了，不投了，不投了，有投边个点，没投了，炮楼都回去了，二楼有一个一级头，二楼一个一级头，你自己上来拿吧，标不了 ，OK。起来死的是吧 ？OK。现在是京东的。我加个油。有大包的分吗，兄弟们？我可以分一个。我去。我去看北。我丢了一个，就在你脚下也。把黄的那边看了。在打你们吗？对。在打我，一直在抽。我咋看不到那个人呢？把车保好。没车，我们车接不到他，得走了。往北，走吧，去打右边吧。右上打。我给你加油，你看。我再加油一下。一起走。别急，我得加个油，这油量不太够。好像不够大了。你快点。开得很慢。我再加个油，你直接喷就行了。有人吗？还有一个我们死的位置有一个，拉血太了，三称我们是一个优势的，只靠一秒点提前枪拉出去打。别着急，他只要不捏雷，你在掩体后就是优势。你是给 pick 一下，拐个图 pick 一下回来，让他着急，不用什么他，我们是知道他位置的，不用说什么啊，我先把身位露出去跟他打，没有必要，你跟他身位露出去就是五五开了，你还不如拐个图 pick 他一下 ，pick 他，他是奔子那种距离，一看他手持的方式肯定是奔子，直接拐个图 pick 他，用步枪 pick 一下回来 ，pick 一下回来，把他玩死，他很难受，就尝试一下这种，比如说我有眼点，我要拉出去跟他打，没啥意义。
哎。毒死了。Excellent work. 对了，谁给我打电话呀？喂，啊，好烦呀，天天都是这种电话。Watch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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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ch out!Marked a location.
都没有跳起来，过分。哎，我操！粘一下就没。哦，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玩的推荐。所有竞技场打狙的就不玩了。对吧，可以练一下对枪了，可以玩这个练一下对枪。哇，这个得匹配这么久，可能是因为这个是八个人的吧。我有，我第一次在，哦，也不是第一次，啊，在这边服务感觉比较爽。那个小地方，对象。I need a side scope. I need a scope. I need a scope. Help. 现在他们得开车了吧？连夜扫车，哈哈。Thank you. 哎，真惨。Thank you. 哎，我这怎么扫下来了？爆头了。不是这么多枪扫不下来，哎呀，
啊，我这就剩最后一个队友了啊。啊，还要重做一件，我的一个乖乖，再来一把，认真起来。两分伤害这么低吗？哎呦，队友不救啊，队友也不动。别吧，全毒死。我靠，我都杀了两个了，最后队友全毒死。毒呀！啊！我不能接受，怎么还有这么玩游戏的？吃毒服啊，你早不服。啊！哥哥，太抽象了，活活毒死。我赶快开局把这仨队友全炸了，让他们忙我都好打一点。该死了，结束了，我的，没人扶的，他们最后一个挂机的。哦，这哥们见都没见过，这哥们挂机的。现在是 EVA 了，现在是对面不漏了。
骰子全挂机了吗？哦，就剩俩了，其他都退了，没了吧？还有，这面估计被我们踩退了。直接撞死，游戏结束。哎呦，看我怎么跟这个队友抢人头，哈哈！直接拿下。全挂机可还行，他这个不像。国服的团境，你要挂机了就自动给你退了，然后自动给你退了，然后再还有其他人进来。自火一个，啥意思？自火了还让救？看到没？人会没有吗？人会没有？不怕。Thank you。又来送了。杀我队友没用啊。
location. 哇塞！我又跳了，没有跳一下过。你还背我？我是你金马。OK。好，金马。
杀。没人要接吧？不用不用。叔公，你走哪？Nano。Watch out！ 我操！我操！拜拜！我操！操！ Watch out！ Watch out！ 那是 Watch out！ Watch out！有要四倍镜吗？不要不要。要。六倍镜要吗？六倍镜要吗？嗯。嗯。四倍不要。OK。I need a gun。呢？八倍有吗？要。带着八镖啊！嗯，谢谢老板。嗯嗯嗯，有三级宝，三级甲，三级包，哇！三级套了我。没枪啊，是不是？退游。都要接吗？不用不用不用。多八倍，哎呀。接就行。哎呀，八倍。丢了丢了。Mark the location。Awesome。全大菠萝。呀，我也是。呀，我也是。不是三级甲。Mark the location。I'm out。我现在是八倍加强哥了，兄弟们。我这有 M4。I got supplies。OK OK。看他们捡到我了。哎，我操！我这大伤被收过。肯定被收过。我这里没被收过。那是 T 说的。他这么肥吗？他
M4的不要的。你们可能他有。三块会有没人要？所以说他肥啊。Mark the location。说实话，你真不如上我火力车。算了，谁让你放荡不羁爱自由呢？我去看北，等着吧，可以开二枪。SD 肯定在这个山顶上，肯定啊。真都假都？真有真有真都。他妈的山里没人。这圈他必去啊！投给你，兄弟。我们修辆车，我们修辆车。谢谢谢，狠狠的谢。我不想翻金，我不想翻金。谢啊！你为啥不谢？谢了我容易死。谢了我容易死。嗯，等别等别人等别人翻金的时候，就有你难受的时候。OK。赶紧跑 ，OK， 三点有人我就搞，三点有人我就搞，上了就三点吧，这个上了这个游戏，能上能啊，你和平精英没法玩和平精英啊，他没露过，他没露，我就当个人，能上能上，我看到我玩过，呀。这什么意思？打到一个，还能打到一个？什么意思？什么？黄连有人，黄连有人，不知道放的谁？没人，不知道放的谁？看情况吧。穿越快说了。A D 打 D C。D C A G， 就是 D C A G， 就是 D C A G。A G 死一个 ，D C 死一个。没事吧？怎么说？没事吧？我贴过去。像吗 ？A G 死一个 ，D C 死一个。像。啊，是的。是的，还是开车过去了，护死一个，圈出了，来了，大菠萝这个，是大菠萝，轮顶坡吗？运坡飞顶吗？不要，不要，大菠萝倒了，在黄大了，在黄大了好像，我看一直在抽。就急着抖不得。哎，原点有一个，80方向。上头。左边还有人。丢风也可以吗？你给他风，我往右边拉一拉，看能把那个人拉死。对呀。射他一箭。我走过去给你。没事，我自己走。往后跑。我就把这封着。闲着还有的吗？哎，这第一也过来了。先别接。回放一下 AD 脸上有几个车的，我逼过去吧，别死啊！哎，脸上有人，炸！回家！能闪吗？进坑一个，进坑一个，倒了。上一个，最高山你倒了吗？对，倒了，我看他倒的。嗯 ，OK， 别，我们上去给他补了。不太好补，会被那个防具架。SD 杀了 ，SD
杀了呀。是的，可以顶到防区。他最后一个人在的。我们可以顶到防区先进圈吧。啊？你们觉得呢？走。他也可能上去救的，他也可能上去救的呀，这个圈。他国军兵力真好吧？这是你队友的，我公公被你们拿了吗？公公被你们拿了吗？这个人，我没拿，我们拿自己的。绝三也拿的，绝三也拿的。好了，哦，应该是我拿的。那我就上车了。来嘛，比谁准嘛。我先凑，等一下。我先凑，等一下。我上山里了。来嘛，比谁准嘛。那我没凑到人啊。来嘛。哪儿倒的？可是怎么着？这里倒，这里倒的。哎，黄是他队友，哎，黄是他队友，哎，黄是他队友。我山里没人啊，我挂一下那个楼。我来了，把那个楼，把那个楼。管了，我没油了。那个两个烂尾楼有人，我山里有人车，我操，妈有盒子。我没拖到人啊，远点。没拖到人啊，远点。啊，我先进圈吧。啊，我先进圈吧。我也先进圈。啊，我提了大包。两个烂尾楼有人吗？不管了，没圈。不管了，没圈。能进皮卡多吗？能进皮卡多吗？没有油吗？没油的话，我上你们车了，准备。我看一下。你看一下圈里，你看一下圈里。我在山顶看一下。一点没人。我先去吗？我估计得上你车了，车油太少。黄点。得卡他呀！得卡他呀！抬手呗。他走了。那我进去了。我带个人。这防区都没人，防区都没人，你们可以下。下防区，别去米亚多，下黄点。黄点。走。黄点。左拐。黄点没人。我去了。啊，这山沟儿。太北边。OK。刚那个车队往北边走的。我操！懂了。牛逼。我脚有个车。有空子，啊，不好看。我帮你看一眼。走了。在哪儿？走了，蹦子。你选北边啊？知道，再看。山上没人吧？那个山上不用怕，山上那个下午能看。我们躲完头上山，你帮我们盯一下啊。我让他自己人扛毒，我操！有的。这游戏秘籍很好玩的，别跟他对枪，别跟他对枪，秘籍对不过的，秘籍对不过的。这里我刚刚看到好像有车，他来我山脚了，有疯子，看不到，你说暗夜能卡死的？我看不到，往下开了，我在打药，没往这看，往这看，我们顶包去，走正脚的呀，还有个蹦子过来了。有蹦子，蹦子打了啊！完了，还有一个，我山野人三个了，三个烂尾楼有一个在扛毒。OK， 我小心一点。东哥打补了，微博的，还有两个，有个人去你们山顶了，山顶了，遮着，别偷。金月彪，欢迎，那他不是圈，比我们熬一会儿，早干全队的熬一会儿。扛着那个圈了，他往山顶上跑了，想顶我，我可以给你架，别偷了，阿姨，我知道，有个枪剑，已经跑上去了，有你个破顶了吗？退我的过去，阿姨，我的过可以，我的过可以，往左侧。你个波很多呀！架，不是我，右边打他，打不到你这边，他被山顶的偷了。跟你说了，山顶上了。我知道，我操！走掉了，好啊！山第五人，来加队了。哎，我靠，他毒死，就是说。疯狂毒的萨克。死了，我操！我操！我想进。
打他一波。哎我操，挺干的。这他妈怎么管？铁管。妈。这打的是谁呀、啊？你谁的？哦，不是，没了是吧？还是吧？那真重啊！你还有丢一把。先说一下刚刚的问题，刚刚问题很多，不知道为不来看我两边。我跟你们说，首先你们处于高点位，底下是一劣势位，你们把所有的阵型转移到劣势位，很抽象。虽然说你们上面不在圈，那你们可以扛这么多。啊，扛不起来。为啥不能投这个？你高点位停，人家是在主边，人家是跟着公安往下走的。你管他吃不吃毒？你高点位是山坡优势位，你都没下去，你干嘛把队伍放下去呢？这波车上的逻辑是，你一看圈，哎，我们有一部分圈在那个山坡下。你应该说的是，我们他队友问你能不能往去低偏点，你说首先第一，你需要考虑的是。队友问你 PR 多能不能进，你说考虑的是，哎，我们进点不是有圈点吗？我控的不是山呗？你们把那边山控了，把蓝火狼那边山控了，蓝火狼那边山上两个人，我在这山上留着，前天会拿个信息点，我们在先多少毒，多少毒，把人控一控，边控控边，我们进白边，这是第一个选择哈。第二个选择就基于你当时在看 PR 多有没有人 ，PR 这是最正常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是万全的，比赛中哪怕 PR 多有人，这个比赛就第二个选择就是你通过你的视野发现 PR 多没人，或发现一个房子没人。那可以全部转移，你留山干嘛呀？都下去啊，我们去防区垮他呀，对不对嘛？你跟他上面待着，队友你被一脚底下踩人了，队友帮不帮你？不帮你吧，你在这下不来死了；帮你吧，队友才拉出来给你，才拉出来跟他们打，对不对？一波就可以全部转移。你要是你觉得你的点那么优势，你说啊，我的点太好了，我不想放弃优，不想放弃优势地形，我们卡一会儿，那就跟着毒卡。你下面有白边的呀，那阿岩。那魏博后面停的位置不就是白边吗？对吧？那你前面一开始挂个信息点，白边挂个信息点，可以收集前面信息嘛？对不对？这是第二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你总是被什么哎呀烂尾楼挂人的那种远距离打死，吃毒打死，人家打死也很正常。你复合烟咋了嘛？你那位置视野那么宽，你没有掩体可以挡。如果你有掩体可以挡，你用掩体挡一边，人挡一边。如果你没有掩体可以挡的话，你封烟，用烟挡一边，人挡一边。你踩在头上打他队友，他肯定有假枪，想都不用想，就跟你他妈两个人在北广，就跟你他妈在跳对跳一样，北广场，那北广场有两个人，你自己算，北广场两个人，一个人去脚底下了，还有个人没露头，他没有跟你队友对枪呀，跟你队友对枪的话，你给他要去打你脚点那个人，他没露头肯定还在那拐角，那很简单，你就得小心他，你就得心里有这个人。到了两个人也是一样的，你去封个烟，你又不是没有烟，上面包下面包，舔了多久的包？没有烟就把烟封上。那波你们是去哪个楼了？去那个长条房那个楼了是吧？嗯。那你们就全过去啊，季亚红，你那位置跟队不就脱节了吗？有啥用啊？我看这是的。那去跟你们兄弟们玩一下。我感觉高点的话，再下来一样的。那我就刚刚的说情况不是一样吗？人家去你脚底下，你不下来？你丢出来还不来帮你？你觉得你的高点是优势点，那你为什么要把队友降下去呢？那你就六个优势点。当时不知道微博，当时看到有队走了，然后后面他们下去了，我叫他们下去了。我说的意思就是你不用说什么，就是你不知道那队走不走，你就说知道他走了，你还是如果说你要上来留的话，你一定要队友全上来，就是把对面那个烂网控了，就是脚底下缠房最多去一个人就行了，或者说最多去一个两个，一个人在坡，一个人在防区里。这样的话你能控整个山头往下跟，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两边不会来人，这样好处就是魏博那个方向不会来人，你这个方向不会来人，同时那个蹦蹦也走不了，你也能把那个蹦蹦杀了，对不对？当时 IT 还没死完呢，那蹦蹦不就是 IT 的人吗？对吧？我们当时知道后面还有个人呢，你不能把 IT 忘了。你要而且那个长条房，如果你不跟着毒走，你四个人都去长条房的话，其实那条房还很容易被围，我们在长条房经常会守，经常会从山上下来一队，那假如说我们不管微博哈，我们四个全一起守三房了，那他们四个也很容易下来去把我们城三房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不在高点位优势守着呢？那你那高点是不是无敌高点？那假如说我们有两个队友在上面，你在对面那个烂尾楼那个山坡上放两个人，就是三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烂尾楼，或者烂尾楼外边坡都行，烂尾楼就算放给他们，我觉得他们不敢进，就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跟着夺门往下下，对不对？你那高点那么屌，我是觉得不用放弃。你把队伍叫下去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很他妈抽象。你把队伍叫下去，你不下，而且我觉得当时完全没必要下去，你高点位优势那么大。完全优势那么大，对不对？优势那么大，其实这波微博还没处理好，还让你微博处理算是好的了，把你打死了。但就算微博不被你打死啊，不把你打死，他们就跟着毒耗你，耗你，你先试毒，不把你身上耗下来，你就得走。等你身上走之后，他们会想办法把你弄死，不让你过去，不让你找队友汇合。如果你真找队友汇合了，他们就跟着毒从高推一推那个那个长江防区，也是可以推的。所以说你要想清楚，就是不能说一个方案走出两个步骤，就要不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简单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四根山和长江防，到时候看病，说不定外围会不会还来人呢，那我们都反清就行了，对不对？你判断人数多不多？你要判断人数少，这边我们清过一堆了，没啥人，场上就三十个人，这边最多来残兵一个队，那我们高打，我们优势地形，我们可以跟他们打就打。你看场上这个圈还有你妈四五十个人，哎呀，打起来全会被炫。像前面位置，那我们就往前面钻，对吧？你根据圈型不同做出不同的判断。刚的位置你把队伍降下去，那波就不对的，明显就出问题了。要不然你也跟着下，简单点跟着下；要不然就是不要下，把高点控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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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这还是根据场上的临时判断，你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这把那个西大红的位置，微笑的位置，场上唯一制高点，无敌点，那我们就可以偏后一点打，就可以先卡全边打。我们卡全边往前分一个人，我们可以派两到三个人去卡后边，一到两个人去守前面。这次没机会了吧？就会卸了。竟然没有人卸他的车，那我们根本就不用去后面，四人都可以全去。八六是好心人啊，竟然没有卸这个他的载具。他没有卸这个他的载具。你尽量去把后面卡，因为你有高点位的优势。因为那么你这个正常情况下，你位置不会死。大好人。看一下慢镜头吧，慢镜头。哦咦呀啊啊蹦蹦不了蹦蹦哦咦呀啊啊蹦蹦不了蹦蹦好，你刚才三连暴走，这一波应该不太会了，这一波地理位置太低了，这边先行被 YDD 给打倒，866收到超短提醒，请注意主播已违规，请快速整改。哦，还不能放这个，拉倒，那我自己看。好雷啊，非常的精准，又是一顿一颗雷，直接拿下。
开房了吗，刘师？没有。然后你没点外卖吧？待会儿去那个食堂吃。啊，去不去？哦，那个7点钟好像有一个会啊，开一个会。OK。线上。到时候我给你们发那个进那个腾讯会议。7点到8点。乌咿呀啊啊，蹦蹦蹦蹦蹦。不一样啊啊，笨笨笨了笨笨。兄弟。啊？觉得吃的好吃吗？还行啊。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你请客吗？你请客，你就跟我们一起来吧。啊，刘少，你要请吗？谢谢刘少，谢谢，谢谢谢谢。刘老板，请客就是刘老板，不请就是李翠花。最后一句什么时候发房间呀？让他吹热的风，给他里边放热水，给他里边倒热水。麦林的高墩岛屿满，其实很多时候和你点那个点外卖啊，怕没用的是吧？怕万一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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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四格，因为顶尖不能暂时的抢，能在这边有时间的，用啥都得死。暂时用水晶电器，不暂时。你还没开吗？
那你们太快了。啊？这游戏都已经结束了呀。都打完半天了。等你俩吃完饭回来，秋离跟锁骨要拍一个几集啊？还拍小剧场。下次那金钥匙还卖的卖吧，还没开房吗？没有没有，开了会发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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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箱，电真别电箱，27度才来着，可惜了，我这个箱电之前没敢卖掉，好，贵的时候没卖。最后一把什么时候开呀？好墨迹啊！这上把都结束半天了。我也不知道。问他最后一把是不是没了呀？还是睡着了？正改网络。好好好。我说二是你说？我说。双零四五不卖出去，我就想换十四。你都换屏，都换十五了，搞笑吗？没换。真有必要一年也换吗？我靠，看零二换那平板玩的真爽，真爽，看的真爽，太爽了。
还不开房是吧？打不打了？进房进房家人们，进房进房家人们，来吧，战斗。那我这个可以赚。你帮我找一下，我这个可以赚。我这个可以赚钱。我什么120。进房进房家人们。都50多个人了，我靠，都快进满了。这有5个，从哪买起？他妈搞笑呢！你自己看，你11.28分秒去的。你说，你看你能买十块不？看你能买。去哪儿了？时间17了，还没发行，忘记了，150以上，带1500啊。我这个是二附加等级14，哦不，14附加等级257伤害，一点二都不输的，输家，我是输家，就算150-1500，我这个也不止卖1500吧，我给你，先找个号，我给你试一下，打下，再打下，再试，不对，加。小丑上都是十二吧，对吧？对吧？手表能造这么大的点儿？这么快？够了，这么快就开了。Let's go， 最后一把，最后一把，不当臭把哥了，我要开喷，我要拿出喷子开喷，不当臭把哥了。当臭把哥躲在后面臭把没有意思。我要做个有梦想的喷神。开喷。好航线。一波走。我就把那个声音给关了，很吵，没事标点的时候。那分。
学习呢，学习呢。学习学习的明白吗？学英文，学英文。English water treatment。好好好。好哦，好哦。这多空了这边。我的了。应该是多的，那是我的。Water treatment。I got supplies. I got supplies. 哎呦，这么肥，都得直接标。有大鼻屎的话说一下。多个六。不要了。对。我操，这两个八倍。原料四倍吗？不要DBS 有阿吉甲吗阿吉甲有，我这有。你们要八倍吗？I got supplies。 有八倍的。我的 M4 SCAR。 没有，怎么这么卡？ Watch out。 M4 I got supplies。 不要有了。是吧？我有三级的。不是，我还没捡到过三级的。我要捡个 BS 直接开溜。收五还背景吗？不要了，你挣到钱。求你啦！不要。STTT 在打架，我有 DBS， 我可以冲锋，申请出战。Go！ Follow me。Yes sir。集合，准备团战。Bring up voice chat。怎么收起来了？一级啊！很急。点个二级甲。有二级脑壳吗？圣马丁，京东。确定。确定。你们怎么知道？多地打架了呀！搞半天了都。看一下呗。吊针。枪是都没有。打完了，那个爱国队。这个情报捡完了。我都没看到人。
这边红砖有一个，我去北边。Watch out！ 看着吧，在你们。然后找到机会，看着没？没事。老干爹去劝 TT 那个 ST 了。别地方找，别地方找。我把这都交枪去了。走呗，你不想打死你就走呗。打不了，打不了，打不了。Head toward this point。打就送，打就送。大鼻子随便喷，大鼻子随便喷你。往死里喷。我也有大鼻屎，怕什么？我是原点枪，我是原点枪。我也没有。哎，你就奥利爱喷。什么枪？我就奥利喷。迷你加车。玩什么迷你啊？我就玩，怎么了？就玩，怎么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玩什么？你玩什么？我牛逼！牛逼！牛逼！垃圾的一笔！牛逼！垃圾的一笔！牛逼的很！真没他妈的！真没他妈的！敲手都不行！敲手都不行！走啊！把他站点干嘛呢？走啊！把他站点干嘛呢？我他妈收个耳机甲！我收个耳机甲！好好好！DPS 有没有人要？我这耳朵有个 DPS。我一甲一点，我一甲一点的行。我看有没有耳机头。妈，找半天找不到啊！这家找不到，小哥，找不到了，小哥，挺高吧？挺高吧？有没有二级头啊，小哥？哦，看到人了，我操！哪？啊？城里？是网友的，我看到是网友的，DSD 还在打。干！没人了都。你知道是哪个私房吗？是哪个私房？私房哪？绿点那个，红绿点那个。我多远都在看着车，多远都在看着车，这里吗？没好的打架，看一眼。没好的打架，看一眼。对吧？上坡上有个人，上坡上有个人，打到那个人他，打到那个人他，看到没？看到没？没看到。这儿，这儿。能接火吗？能接火吗？他走了，走了。他包位置，看到我。看到我了。他打到那个人，不知道打到谁。打到那个人，不知道打到谁。打架了。这里有个人啊！我边上有一个人，但是正好有点超时距，四百米。我加头油，加头油。这谁？好，这倒了。好，这倒了。释放你在等架，释放你在等架。看谁是不是老干爹 TT 啊？可以撞，那个破倒了。TT 干了很久了。哎呦我操！都在房子吗？都在房子吗？滚枪！滚枪！小枪！小枪！真狠！换位置了！小枪！换位置了！小枪！小枪！ Watch out！ 不在了，二层楼有个。不在了，二层楼有个。屁股来了！我顶他！我顶他！这边坡上蓝绿点，蓝绿点，蓝绿点，屁股屁股坡，高点坡。你们干，你们干，我给你们架。开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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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开车了，屁股开车了。好了，好了，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靠，我差点死。往绿点跑了，往绿点跑了，往绿点跑了。有没有人身上？有没有人身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有。往绿点跑了，跑不见了。四房都得走了。四房都得走了。好了，好了。在那个坡上看到没？房顶坡，房顶坡。哎，得找个家呀！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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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我操，家不？家不？家不？保镖，保镖。他家里有人吗？四房，他家里有人吗？四房不确定，四房不确定。没人了，我这两辆车了，我这两辆车了，兄弟。OK，OK。那直接辱他了。我走一个，跑车的，走一个，跑车跑这摇了可以吗？跑这摇了可以吗？可以，可以，再打个标。我左边，看到了，看到了，看，可以摇，可以摇，可以摇。封烟了，封烟了，封烟了，封烟了。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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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打死他！打死他！牛逼！死了，死了。张岩半天不下，玩一群是你要跟我摇火的时候给他摇火。我连，我连，我连。哎，好吧。哎，你帮他们架一下，我在车上打药呢。就一个，趴着的。就一个，趴着的。你们顶他，我能架住他，我不接我走。你开那个谁的车吗？
没油的，没油的。你拿破一点，一个点，一个点，在哪？这边点趴着。我的破有，右边点，右边点，破有。你右边点，右边点。我的破有个人，我的破有，我的破有个人。兄弟，我这个破有的。兄弟，我这个破有的。啊，真吗？屁股来了，屁股来了。我全有。在这儿。阿西，加油加油加油！完不完？哎，不该打那个拉线线的，先哎不是不该打那个老干爹的，该把他前面给杀了。下机，下机。下机，兄弟们，下机。下播，下播，下播，拜拜，拜拜，拜拜。